那你还不赶快走过去？危险是不是？那还不赶快走过去？啊，你没有听，你没有看过那个电视还是报纸上从上面掉东西下来？那你就要接住啊！等到你知道厉害了，你就接住了。那就不知道怎么接了。那你要手举高啊，这样走路啊。